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姐频道。三星洗衣机和干衣机本周店内都有折扣，洗衣机容量 5.2 立方英尺，带蒸汽洗功能，干衣机容量 7.5 立方英尺。这款洗衣机和干衣机不仅可水平摆放，还可以垂直叠加放置，原价都是799.99元，目前优惠50元，折后749.99元。玻璃饭盒套装一组18件，有9个玻璃饭盒，都配有塑料盖子，密封性非常好，外观有方的，有圆的，体积大小不一，可用作不同的场合，用来储存食材也很棒。洗衣机和微波炉都安全，目前清仓特价29.97元。这是一款可重复使用的食品储存袋，一组14个，不含 BPA， 比较适合用来存放蔬菜，洗碗机和冰箱冷冻都安全，目前清仓特价14.97元。一款2合1的蒸汽电熨斗，功率1875瓦，可像挂烫机那样用于悬挂的衣服和织物，也可通过铝制底板像传统电熨斗那样水平熨烫，原价59.99元，目前优惠10元，折后49.99元，有效期至9月15号。学生们都喜欢用的涂改胶带，用来覆盖写错的文字，功效跟涂改液一样，一组10支，原价13.99元，目前优惠4元，折后9.99元，有效期至9月15号。很多学生用品都有折扣哦。无骨牛肩肉，为牛的前肩甲部，原价18.99元每千克，目前每包优惠8元。牛背肋骨15.99元每千克，每盒重约1.5千克。在制作肋眼牛排时，需要把后面的肋骨剔除，肋骨正面的肉不多，不过肋骨间的肉挺多。这块肋骨西人喜欢烤着吃，华人都用来炖汤或炖排骨，目前每盒优惠5元。辣风奶酪有红色和蓝色包装2种口味，红色的是原味芝士，蓝色的脂肪减少 50%， 称之为轻芝士，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，确保奶酪的新鲜，原价17.49元，目前优惠3.5元，折后13.99元，有效期至9月15号。这款魔力海绵买过很多次了，里面共有11个海绵，嵌有不同用途的清洁剂，有适合厨房的，有适合浴室的，还有一般用途，在清洁房屋时使用特别方便，目前清仓特价9.97元。无骨鸡胸肉每盒2.7千克，就是6磅重，肉是生的，已经调味，吃的时候烤箱预热至400华氏度，烘烤18到22分钟，中间翻面一次，原价31.99元，目前每盒优惠7元，折后24.99元，有效期至9月22号。科克兰马苏里拉奶酪丝2×625克，马苏里拉是做披萨的首选奶酪，在烘焙时 cheese 会变得相当粘稠，拉出很长的丝，还可以用来做沙拉和聚衣面，原价19.99元，目前优惠5元，折后14.99元，有效期至9月15号。好吃的米布丁每箱里面有12小盒，它的材料成分有脱脂牛奶、大米、蔗糖、液体全蛋、盐和天然香料，吃起来爽滑可口，甜而不腻，原价8.49元，目前每箱优惠2元，折后6.49元，有效期至9月22号。科克兰切片奶酪每袋1千克，由切达干酪制成，味道温和，每片都独立封装，便于使用，特别适合用来做三明治，
原价15.99元，目前每袋优惠4元，折后11.99元，有效期至9月15号。 LB 牙刷一组5件，牙刷软毛在电池驱动下可以震动，更好地清除牙齿之间的牙菌斑。分体式牙刷头在传感器的作用下，可以根据牙齿的轮廓进行调整，以清洁难以触及的地方。该牙刷目前清仓特价15.97元。儿童版的泰诺一组3瓶，每瓶100毫升，香蕉水果味，适用于2到11岁的小朋友。泰诺是加拿大最常用的缓解疼痛和退烧的非消炎药，是非处方药，原价16.99元，目前每瓶优惠3.5元，折后13.49元，有效期至9月15号。花园水管长100英尺，采用 PVC 材料和抗压金属接头，耐磨耐用，非常适合花园和草坪。家里有这样一条长长的软管，会给院子清洁和灌溉带来不少便利，目前清仓特价。最后看看这两款特价中的地毯，一款是户外进门地毯，尺寸 21.6×39.4英寸，原价17.99元，目前优惠4元，折后13.99元。另一款是室内地毯，适合放在厨房使用，尺寸20×39英寸，原价22.99元，目前优惠5元，折后17.99元，有效期都是9月15号。又到了最开心的购物环节，看看今天在 Costco 买了什么好东西吧。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好了，本期的 Costco 特价商品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我的及时更新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